情一发生时，是此地志工也是缝纫老师的孙慈琴，从裁剪、缝制一手包办，也勤走各社区教导如何车缝布口罩。还好需求量大，也还好常有好姻缘来相助。是，我可以帮你剪，因为他还是专业的。然后呢，有些呢就学生的时候，老师我帮你介绍会重，会重很会车。郭小姐过去开车一场，这一次就加入了口罩制作团队，一天能够做900多个。早上起来，我有时间，我一直做到晚上9点半哦。跟我一样，对呀、啊，一直做没有停的。此际美国总会口罩制作部队由这群婆婆妈妈们临时组队，数量、品质都有口碑。就是看到 Hello Kitty 的时候，我也要，还有旁边的很多那个工作人员也来说，就说哎，你们这个东西在哪里买？有没有上网的？还是在哪里可以买？很多人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很 popular 的一个 product。华府慈济志工也戴着布口罩拜访左邻右舍，隔壁的商圈是重点。Handmade, nice, nice.Yes. Feels comfortable. Yes. Very nice group of people that are walking around the community, providing some help in people to protect themselves during these times. Very good. 受到疫情的影响，商圈冷清，但志工的热情带来了一股暖流。Matt, this is a handmade face mask. It's not selling. Sorry, we're selling the mask, but not selling the mask. 欢喜接受志工送来的布口罩，对慈济也有了好印象，更是允诺要一起来卢宿。在矽谷则是拜访了社区消防队。You come together in large events or large crises to help each other, and that is the path forward to getting through a lot of these trying times.无论是林火还是水灾，大家有多次合作的经验，这次又送来口罩，患难中更见真情。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美国综合报道。